你是谁？看着有些眼熟。回太子殿下，奴才李旭。奴才无言，请殿下恕罪。无碍，起来吧。太子身边的人传话，让奴才去东宫伺候。有没有传说？身为飞蛾，若是不敢扑火，这宿命凭借什么闯过？将来我们走到什么位置上，就都看你了。不想你死，我想你做人上人，好好活着。阿旭，你明不明白？阿旭，我们俩都要好好的活着，只要活着，不管今生还是来世，我总会来见你。阿旭，阿英，
太子殿下，这还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出宫看花灯呢。你要是喜欢，我年年带你出来看。好啊好啊。这世界有没有传说，生为飞蛾，若是不敢扑火，这宿命凭借什么闯过？